接下来看到是来桃园这里呢，下午也是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来看看这个画面，这是在龟山，瞬时的雨量呢来到了将近有50毫米。结果呢，在南卡溪的龟山段这里，河水就暴涨了。而正在沙洲上的两名工人来不及撤退受困，也因此龟山分队赶紧到现场，用这个垂挂的方式来抢救，现在已经成功的把一个人救回岸边。